对吧？我觉得挺好吃。哎，很好吃，是小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点。口感很棒，就像我们平时吃那款绿色软糖，也是酸酸甜甜的，因为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口感。嗯，我觉得包装纸上的小猴子也很可爱。哦，果然啊，男孩子除了关注口味，颜值也是，看来是颜控啊。那确实，除了外观很好看之外呢，当然。